初三先生，初三奶奶来好吗？我想甲收一个，我未叫母你咯，我感恁二十八岁，我结初分，我有一个小朋友咧才十岁，我生未够，我以前初一喺香港留念，照顾小朋友，照顾阿妈，都咩成绩好嘅，我唔识厨油，但系我识煮厨油，我识煮酸骨酸。青衣、青鸡、青蛋、炒菜、波冻、糯米鸡蛋，我食米笋、米麦、米衣、米蛋、米菜、米砂锅、糯米鸡蛋，我食长吉屋嘅沙爹、麦爹、西参、冬参、冬参、糯米鸡蛋，我劲够。我上初二喺香港成年。我上初二喺香港，因为我要揾到啲钱俾屋企人同埋自己。我会应声嚟，我会尽力初二老实同埋学读啲广东话。唔该晒先生，唔该晒弟弟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